没有明确你自己的心意。昨天晚上你留的那条留言也是心动向的吗？你觉得我们之间的火花是友情还是心动呢？Call me, 路易斯利利利利利利斯。哎呀，这个座位有点微妙，已经开始不一样了。是不是咱们这个车就可以聊别的车？亲爱的猪猪大轮蚊子锻炼，哇、哦！修罗场，罗场，那蚊子好可怜哦。蚊子又被遗忘了。哦。就人俩玩还没人搭理他。你们能直接把他钻到那个洞里吗？蚊子每次在车里都这样。这留着我们等我自己吃吧，要不然。是不是我应该横着切？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绅士。这个抬头真的是绝了。锻炼是不是太老实？对，是的，他老盯着任务在干活，很专注。但我觉得锻炼看起来挺靠谱的。嗯，对，是的。妈妈学女婿的那种优质女婿。甜不甜？甜，像你一样，老师。我们可以合照吗，老师？我们俩是日剧。他又在后边不知道干嘛。完美，吃瓜群众，自己吃瓜。嗯，这个姿势就不太对。我来。我鞋太紧了，不好意思。剪开了。你们看有多紧了，就是它又短又小。太难为你了。小钟也太会给情绪价值。我来吧。嗯，动手能力又强，真的。哎呦，呀，他怎么这会儿这么会了？他好像就是对喜欢跟不喜欢的人就是有很大的区别。小庄老师，小心啊！听到了吗？一个气声，哇，太疼了。这个香蕉嘞 ，banana， 哎，粟米啊，粟米啊，potato 啊 ，potato 啊，整啲菠萝啊。哇，你抖，受伤了。嗯。等一下，先处理，你怎么弄到的？高背。他不声张。嗯。不想让你跟我拿，我想让他跟我拿。你先涂点点。我涂了。你吃个这个。这不是吃。你吃个。我帮你弄吧。哎呦，吹吹。哎。小心啊！三二一。先盖一会儿。差不多10秒了。OK， 然后接贴吧。先这样子，已经消毒。猪猪在哪儿呢？此刻，感觉猪猪现在已经在锻炼的世界里了。嗯。可以。谢谢。不好意思。哎，这有啥的？你拿出实力来，你实力太低了，我也没有办法反击。好。这是什么闪躲？我没有办法，就是正面取胜，我觉得。哇、哦！哎呀！哦！哎呦！哦！哎，这个甜腻味儿真的是。真的，我怎么牙痒痒？好，小庄让。这水放的，来点巧克力牛奶。所以今天的问题是。经过这两天的相处，你觉得我们之间的火花是友情还是心动呢？如果是后者的话，你就站起来转两圈。拍拍，猜猜。
哇，好直接。哎，帅。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再多了解一下的话，友情还是心动呢？如果是后者的话，你就站起来转两圈。他可能还是没想把这事儿挑得太明。嗯。转了，转了，转了。嘿，嗯，昨天晚上你留的那条留言也是心动向的吗？哇，如果是的话，那么你就做一个我最经常做的表情吧。拜拜。哇，是的。我感觉你好像也遇到了还蛮喜欢的女生。你好像还没有明确你自己的心意。昨天晚上你留的那条留言也是心动向的吗？你觉得我们之间的火花是友情还是心动呢？做不做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你就做一个我最经常做的表情吧。感觉会。会的。做一个我最经常做的表情吧。别做，策策别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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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不是，我发现我这个人脑子真笨，不是，我也听不懂的。那再听一遍，再来一遍吧，是不是？对，再来一遍。在犹豫。并未点开播放。他做的很隐晦啊，对，偷偷做的。菜菜啊，他们俩也聊了。讲啊，请说。其实我从第一天起就感觉你跟别人不是很一样，你很独特。就跟你出去玩的那几天。很开心，然后，我觉得这也是我在旅行中一份很美好、很美好的回忆。嗯。然后，我是感觉这几天，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一起做的事情都没有能安排到一起。嗯。没有什么机会去可以跟你说很多话吧。本来就你今天我挺想选你，我很想选你的，但是又没有收到你的留言。我当时跟你想的就是，如果是收到你的留言，我肯定会去选你，这也是我第一个主动站出来的原因。但是结果没有，所以我还是就很失望吧。可能我们都不算很主动的人吧，但是我确实是很多时候我会考虑很多。然后就是在没有百分之百确定之前，我确实会把自己可能是伪装得很好，或者是保护得很好。嗯，之前就是感觉很希望你可以在我想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也会马上的转过来跟我去聊天，而不是我经常要穿过很多人群，嗯，然后找到你，因为你其实坐的位置啊，不管是你在哪的位置，都是离我特别远的。你的心意还有可能发生改变吗？不一定。不一定啊，跟你中间真的隔了一条银河系的感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开口。嗯，